拜年了。说到过去啊，其实脸上的羊很小，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段相声，说一不二。哎，什么是说一不二？就是每人说一句话呀，你们必须在台上说二。哦，只准说一，不准说二。对对对，我不说二。你说二行好。我说俩，行吗？二俩还不一样。甭说说俩，俩俩俩俩带点声。要求还挺严格的。那要是说出二来呢？谁说出二来谁就罚。怎么罚呢？我要说出二来啊，我给同志们唱个歌。真的？怎么样？好，那要是我说出二来，我给大伙儿跳个舞。说话算话，现在开始，马上就说。我第一，你说完我就说。听着啊，我是一个步兵。我有一了，我是一个步兵。听我的，我是一个炮兵，我也有一了，一个炮兵。我有一支枪，我有一门炮。一个一门炮，我一个班一门炮，你甭管。哎，我爱护武器，一天擦一次。我爱护武器，每天擦一回。我把武器擦得一干。擦得一干一净的。那应该怎么说呢？应该说啊，擦得一干这个净的。这个。哎，这不认识这个。这还不认识啊？那你说这是几呢？这是，我也不认识。再来。我每天节约一滴水。我每天节约一度电。我每天节约一滴油。我每天节约一寸布。我每年节约一套军装。我每年节约一双军鞋。一双军鞋几只？一只啊，再加一只。像话吗？真的像话吗？一句话里头一块说，他把一句话分成，哎，他把一句分说。接着来，接着来。好，说快点行吗？好啊。一粒粒沙可以堆成高山，一滴滴水可以汇成大河，一块块砖可以建起高楼大厦，一棵棵树可以汇成森林。每位同志要例行节约，一分钱掰成两半花。哎，输了，跳舞。你说不要跳舞啊？我没说。你说了。我没说。你说了。我刚才说啥了呀？你说一分钱掰成两。哎。